大家好，我是只会温声细语的阿易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超级治愈的日本电影《生日卡片》。纪子小时候性格非常内向，班里的同学都叫他爱哭鬼，每次受到欺负难过时，妈妈都会鼓励他，逗他开心，所以纪子很喜欢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。可有一件事，他却让妈妈伤透了心。十岁那年，纪子被老师选中作为班代表，参加学校举行的知识问答竞赛。妈妈知道后很高兴，还帮他一起准备比赛。可纪子不想妈妈对他抱有太大希望。每个故事里都会有主角和配角，他只想做一个小配角。于是，在比赛开始之后，他站在讲台上没有答出一道题。妈妈没有因此生气，她告诉纪子要勇敢尝试，不要总以为自己是配角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的主角。纪子反驳说，那你呢？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幸福吗？妈妈眼含泪水没有回答，只是放开纪子的手离开了。纪子很后悔不该说那样的话，她一直想跟妈妈道歉却没有机会，因为妈妈生病了，需要每天住院接受治疗。虽然被病魔缠身，但他每天都保持着愉快的心情，还会和纪子一起观看知识竞赛的节目，每次都能在选手答题之前说出正确答案。妈妈答应纪子康复之后就去参加知识竞赛。虽然妈妈安慰纪子说自己的病可以治好，但纪子知道妈妈病得很重。虽然爸爸也告诉他能治好，可爸爸的谎言显然太过拙劣，一眼就被看穿了。妈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让孩子们因为她的离世痛苦，准备用最后的时间给他们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。纪子十岁生日那一天，阳光明媚，一家四口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野餐。妈妈做的咖喱汤总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美味极了。吹完蜡烛，妈妈递给纪子礼物和卡片，并承诺在以后的每个生日都会给他和弟弟准备卡片，直到他们成年。看着田野上奔跑的两个孩子，妈妈面露笑容。如果时光可以停在这一刻该多好啊，那样一家人就可以一直幸福下去。时光荏苒，纪子该过11岁生日了，他如愿收到了妈妈的卡片，只是妈妈早已去了天国。礼物是几颗向日葵种子，向日葵的花语是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。妈妈希望纪子勇敢些。12岁的生日卡片里，妈妈写下松饼的做法，纪子将做好的松饼分享给同学，很受大家欢迎。妈妈希望纪子懂得分享的快乐。13岁的生日卡片上，妈妈劝他试着翘课，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。13岁的年龄，妈妈希望纪子能够独立一点。14岁生日卡片上的内容却让纪子大吃一惊，妈妈送给他一支口红，教他如何谈一场甜美的初恋。对纪子而言，如果要谈恋爱，那个人一定是帅帅的律师。邻居阿姨受妈妈生前的托付，将一件和服给纪子穿上，带着纪子来参加夏日祭。在那里，纪子遇到了正在帮朋友摆摊的律师，阿姨看出纪子脸上的羞涩，会心一笑，贴心地给纪子整理衣服，以休息为由离开了。纪子获得和律师独处的机会，烟花满天，营造着浪漫的氛围。可惜的是，纪子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历史的眼里，他早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17岁的生日卡片上，妈妈托付给纪子一件事，替自己参加同学聚会。挖出初中时埋在那里的时间胶囊，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小岛，纪子心生疑问，时间胶囊里是什么呢？沙织阿姨早早就在港口等他，两人驱车赶往妈妈的故乡，一路上万木葱茏，山间的梯田郁郁葱葱，纪子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。晚上，叔叔和阿姨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从他们口中得知妈妈的儿时好多有趣的事，纪子也了解到他们眼中的妈妈是那么漂亮、开朗、有魅力。中途接到爸爸电话，夸赞妈妈多么的优秀，纪子询问爸爸，妈妈想把自己成长的岛屿风景分享给你，纪子还不是太懂。聚会结束后，纪子随沙织阿姨回家，本想介绍女儿甄帆与纪子认识，甄帆直接将一盆水泼到她的脸上，纪子被吓了一跳。
沙织解释，真翻译前并不是这样，似乎受到了伤害，已经旷课半年之久。他请求继子帮忙开导真翻，可继子并不擅长开导人，不过还是将这件事放到心上。次日，继子和真翻因为爱好聊到一起，看着真翻不抵触自己，继子劝他珍惜自己的妈妈，至少妈妈现在还在他的身边，不像自己想珍惜却再也没有机会。聊着聊着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今天是时间胶囊出土的日子，向真帆借用脚踏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飞驰，就像继子此时的心情，终于能知道妈妈儿时的秘密。等他赶到时，胶囊已经被取出，里面有合照和各种玩具。继子将妈妈的信封打开，是一本粉红女郎演唱会的册子，册子里夹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沙织，对不起。沙织看后眼泪夺眶而出，原来初中时学校将休学旅行安排在了京都，而妈妈和沙织想去东京看粉红女郎的演唱会，本来说好的结伴而行，沙织却在最后选择去京都。这些年她一直为这件事自责，可在妈妈看来，她也为独自一人去看演唱会而愧疚。之前继子一直不明白妈妈让她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现在才明白是为了让她懂得友谊有多珍贵。继子很佩服妈妈可以有那样的勇气独自去看偶像的演唱会。继子要离开小岛的这天，真帆骑着脚踏车赶来，送给继子一张自己最喜欢的 CD， 约定以后一起去唱歌。继子说那一定要唱粉红女郎的歌曲，沙织会心一笑。时光飞逝，继子转眼间上了大学，他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内向，有自己的圈子和朋友。19岁的生日，他不想再看妈妈留的卡片，因为这些年一直按照妈妈的安排生活，没有自己的空间，没有和朋友聚会的机会，就连考试复习的计划也被打乱，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。爸爸大发雷霆，让他给妈妈道歉。继子委屈地跑了出去，为什么爸爸不理解我？独自走在桥上，恰巧碰见多年未见的历史，继子羞涩地低下头。历史邀请他吃饭，两人来到历史工作的餐厅，亲手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面。继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，得知继子心情不好的原因，历史有些羡慕，因为他从小没有父亲，如果能和父亲吵一架，那会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此刻的继子仿佛明白，原来自己也被别人羡慕。历史送继子回家，看到历史远去的身影，继子心里不再抵触，打开了妈妈留的卡片。妈妈在信里向继子道歉，因为在写这张卡片之前，她想过放弃。她不知道继子19岁会是什么样，会有什么烦恼，不知道怎么写下去，甚至想把之前写的都撕掉，但被爸爸阻止了。不知道没关系，把心里的想法写出来就好。妈妈才有勇气写下去，不管19岁的继子是什么样，都是她心头的宝贝。看完卡片上的内容后，继子泪流满面，也终于理解了父亲。20岁生日那天，一家三口再次来到十年前野餐的地方，爸爸做了同样的咖喱汤，味道和妈妈的一样，只是妈妈已不在，继子有些失落。继子打开妈妈的生日卡片，这是最后一张，妈妈在卡片上回答了十年前继子问她的问题。那时的生活确实不是她想要的模样，也有过数不清的后悔和遗憾，但她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，因为遇见了爸爸，养育了继子和弟弟，一生虽然短暂但很满足。夕阳西下，继子擦干眼泪，站在田野仰望天空，跟妈妈做最后的告别。继子和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相互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，历史送他一个手表和一张卡片，余生请多多指教。电视上依旧播放着继子和母亲经常看的知识竞赛节目，继子讲起了小时候答题竞赛的事情，那是他到现在依然后悔的事情，因为自己的胆小让妈妈失望，有很多次都想再回到那一天弥补当时的遗憾。想起和妈妈的约定，如今妈妈再也不能参加比赛，他想代替妈妈去参加，完成当初的约定。继子交上报名申请后，开始为比赛做准备，没想到预赛就被淘汰了。看到妻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爸爸和弟弟赶紧把庆祝的东西收起来。大学毕业后，继子在家乡找了份工作，生活也步入正轨。虽然经历了无数次预赛的失败，但继子还是毫不气馁，
最终靠着努力和坚持冲进决赛的舞台。爸爸和力石到现场为他加油，继子在比赛中表现得很出色，但还是和第一名失之交臂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很满意，因为他勇敢尝试了，也拼尽了全力，就没有遗憾了。在那天，力石勇敢地请求继子爸爸将继子嫁给他。爸爸虽有不舍，考虑很久还是答应下来。女儿大了，总有一天要离开继子。婚礼如期举行，弟弟将一个信封递到继子面前，那是妈妈写的最后一张卡片，就放在给弟弟写的最后一封信里，等继子结婚那天再给他。这是一个秘密，连爸爸都不知道。继子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信封，继子，新婚快乐，虽然无法见到你的新郎，但你选的人一定非常优秀。弟弟已经长大，以后有困难可以找他。还有爸爸，他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，以后你一定要珍惜你的丈夫，努力的幸福下去。能做你的妈妈，我很幸福。作为没能去参加你的婚礼的补偿，妈妈把亲手做的头纱送给你。继子拿起桌子上的头纱，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惊喜。这个头纱是妈妈用最后的日子为她准备的最后一件礼物，她一定不会忘记妈妈的叮嘱，努力让自己幸福。那一刻，继子仿佛看见了妈妈帮她戴上头纱，微笑着对她说新婚快乐。继子披上妈妈亲手做的头纱，在爸爸的陪伴下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。生日卡片讲述个性有些内向消极的主人公继子，在妈妈的鼓励下变得成熟开朗的故事。妈妈乐观的性格让人很是敬佩，哪怕每天与病魔抗衡，脸上也时刻挂着微笑。可有谁生来坚强，只是多了一个母亲的身份。那些乐观和坚强下藏着的是母爱的伟大。妈妈虽然没有那么幸运陪着孩子长大，但她用写生日卡片的方式见证了孩子的每一个重要阶段，给了孩子很多人生上的启示。虽然人生短促，世事难料，但爱永远不会消失。它可以是一株向日葵，向着烈日绽放，也可以变成星星，在夜空闪烁。无论变成什么，都会陪在家人身边，将温暖带给他们。生离死别无法逾越，但只要幸福的生活，就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告慰。